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就是艺术治疗的一个课程，其实这一个课程对我来说不但是一些技巧的这个了解，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的经历。因为呢，我在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我是在家里面自己做的，我跟着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去慢慢去做的时候，我自己经历我自己呢也在过程里面呢，就是帮我自己就是更开放自己，把自己就是愿意去借出自己的一些情绪。平时的时候我可能我不敢去借出，但是在画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其实开始发现我自己内心的很多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课程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成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经历。